麻辣鱼。看一下皮蛋拌豆腐。麻辣烤鱼，老铁们。今天做麻辣鱼，把这个姜段爆香。调出香，调出香以后加水，然后切了这个藕片跟一撮，是吧？起了一点这个兔牙色，兔牙色。香水一开始蔓延，就被听懂了。黑胶片记录的那些故事，诉说着。是在超市买的鱼，然后。超市里可以分为这个，就这样。结果你就方便，就不用自己来打了。然后嘛，下雨。放青椒。这个蒜头放进去，然后再放一些香菇，然后再放一些辣椒，然后再放一又靠在了窗口，天空也倦了，嘴角勾出的那是轮廓，放点香菜，他很寂寞，奇怪还是他最爱的那种微醺的颜色，也始终停留在人格背后，越是猜不透，就越想占有，一如
蛋拌豆腐搞定，简单。没买榨菜，放点榨菜上去更好吃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麻辣鱼，看一下皮蛋拌豆腐。麻辣好。我们继续吃喽，在家也能吃烤鱼。